你快看，那上面是什么？ 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给我看看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连脸都会弄伤，这是不是手笨脚的？至少我把最重要的东西给保护好了。哎呀，咱们还是赶快走吧，这可是私闯民宅，说不清楚的。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走啊！走走走！哎呀，你快点儿，走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警察来了！哎，快上，快这边，这边。 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谢谢。老高，我们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在这。我说你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你怎么还跟小孩一样？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？ 哎，那个书童，他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嘛。哎，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咸阳了，咱们好不容易来了一趟秦朝，你跟我一块去看看首都呗。我没兴趣，我对这里所有的东西通通没兴趣。什么一家子，60年就算熬过去了，我都100多岁了，能干什么？ 我不回去了，可不可以啊？我这东西我都不要了，我通通不要了。可以，就算我们真回不去了，那你抱怨有用吗？这日子还不得一天天的过吗？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现代，怎么说也是个星级的大厨吧？现在我们在秦朝。 这举国上下，有谁能做菜做得过你呀？
2010年，怎么样也是一个大厨师啊。那要是在秦朝，凭我的手艺，我一定可以当上食神。那可不是。我想想看啊，我一定要开一个在全秦朝最大的餐馆。老高，我觉得你一定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两个是现代人，我们到了秦朝，我们知道许多他们不知道的东西。要想成功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未卜先知啊。对对对，我们是现代人，我们知道秦朝的事情。你比方说赵高、刘邦还有项羽，赵高就扶持了刘邦做了皇帝，对不对啊？你等等啊，我告诉你老高，我觉得吧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有学问，我历史从来没有及格过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补课。秦朝的皇帝是谁你总知道吧？真的假的？秦朝的皇帝是秦始皇，秦始皇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扶苏，二儿子呢叫胡亥。刚才你说的那个赵高，那是秦始皇的太监。谁告诉你他扶持刘邦的？亏你说得出来。后来继承了秦始皇皇位的是这个胡亥，他也是秦朝的最后一个皇帝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赵高。赵高是个大奸臣，不过他很厉害，他最后权倾天下，他自己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，就让这个胡亥当了皇帝。好厉害哦。还有一件更厉害的事，他创造了指鹿为马这个成语。真是太厉害了。我也厉害吧？你真棒，你知道我都不知道。哎，谁让我无聊呢，电视剧看多了。哎，那你看那些电视剧，哎，靠不靠谱啊？按道理来说，电视剧都是瞎编乱造的，所以这里边是真是假，还得咱们自己掂量掂量。好，那我就去当食神去。喂喂喂，我不给你背箱子啊！当食神这两个家伙绰绰有余。喂，你等等我！厅长，你想出办法了吗？明天就是点卯的日子了，今晚再想不出办法，明天就是我们的忌日了。我知道，要是在沛县，我怎么都能凑出两个人来。可这是在咸阳啊！哎呀，上天，上天，你救我吧，给我派来两个人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怎么进来？哎，但是他们这怎么了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人？哎，易公子，你不是得瘟疫死了吗？是啊，我们亲眼看见你被锁在死人屋里的。贤弟，大哥，哎呀，贤弟，你活了，贤弟。你知道吗？大哥想你呀，想死你了。我也很想你啊，贤弟。这位仁兄是？哦，他是我的老乡，他叫高耀。这次多亏了他，帮我找了一位神医，才救了我一命。那他是？他是我的结拜大哥。哦，刘邦。刘邦。在下。的确是刘邦，你的确是汉高祖刘邦。哎，高兄，为何你和小川一样，一见了我就叫汉高祖呢？你是刘邦，那你就叫汉高祖啊。是这样的，在我们那儿呢，把那些美名远播的人都叫做汉高祖啊。他现在还不是呢。对，是这样的啊，我的确是听过你的名字，千刀你，我
真的是太荣幸了，我没有想到小川会有这样的干哥哥，要是你以后发达了，一千万记得我叫高勇啊。高兄，高兄，高兄过奖了。高兄，我听小川说你救了他一命，到底当时是怎么个情形啊？还有二小姐当时不辞而别了，她现在人在何处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也不愿提起。确实是说来话长，这件事情我来告诉你。这易小川呢，就是我这干弟弟呢。这次虽然非常危险，但是呢，我认识一个名医，我就把他找来了。那时我就在一边看着吕姑娘化为灰烬，确实是让人难受。高兄，再来杯茶吧。来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说了半天，我还真渴了。他用自己的性命换回了我的性命，他走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贤弟啊，节哀顺变啊，人死了又不能复生。二位一路劳顿，在这里歇息一下。晚上我给你们接风洗尘。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没想到小川这么命大，这样都能死里逃生啊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还找到一个老乡。这不正好天助我也吗？嘿，厅长，明日就是限期了，你再想不出办法，我们都要被杀头啊！大家都等你拿个主意呢。再不行，我们也一块逃跑。逃跑也是一死，还会连累我们的家小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厅长，你得有个主意吧。别着急，我来这儿啊，就是跟大家商议一件事儿。把你们身上的钱都凑一凑吧。钱？我们哪来的钱？厅长，这个办法我们早想过了，可是把我们所有的钱凑到一起，也不够买两个囚犯来凑数啊。买人不够，买一桌酒席总够吧？厅长，酒席？一桌酒席哪能打通那些官差啊？这可是死罪啊！谁说这酒席是要打通官差的了？这酒席是给我高兄和我贤弟接风洗尘用的。啊！而且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给他们敬酒。敬酒？敬酒？厅长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大家明天都要掉脑袋了，你还有心喝酒啊？要出钱你自己出，要敬酒你自己敬吧。对，是啊，就是要出钱，我们才不出钱呢，就不出钱。我们请他们喝酒当然是有道理的，你们想想啊，他们是两个人吧，正好可以顶替跑掉的那两个人，我们就可以交差了，就不用掉脑袋了。好办法。可是他们两个会同意吗？所以呢，才叫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出钱，每一个人都要敬酒，一个都不能少，明白吗？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。小川，我们再喝一口。嗯，为什么死的人是素素？为什么不是我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小川，别想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今宵有酒今宵醉，来，老高一块来。来，易公子，我也敬你。喝。贤弟，易公子，高兄，弄进去吧。起来，起来，把他们弄进去。好，起来，起来。那走。哎呀。
你们看，这样一来，他们不就顶替那逃跑的姚毅，帮我们渡过了难关？明天他们酒醒后啊，已经被官差给带走了，那不是连说个不字的机会都没有了？厅长，您真是计谋高超啊！厅长，你怎么了？厅长，小川他是我的贤弟呀，跟我情同手足。为了保住大家的性命，我却做了背信弃义的事儿，我是禽兽不如呀！我厅长是人心爱民，才做出如此深明大义的事情。我等虽然都是一介草民，但我们心中对厅长却是如此敬佩呀！是啊，厅长的大恩大德，将来我们一定要报答。等我们回到沛县，一定要宣扬厅长的美名。是啊，是啊，你们的夸奖，我刘邦不敢当。只要你们明白我这份苦心，我就无怨无悔了。我在这儿，我也多谢诸位，谢过诸位了。这是不得，是不得，是不得，厅长，是不得呀，是不得。明日一早，官差就来点卯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休息吧，休息吧，休息吧，走。官奴和修长城这两份公差，我要用铜板决定高兄和小川的去处，这样显得公平。如果义子在上，小川就去做官奴。小川的聪明智慧，做了官奴一定会翻身的。今后他仍然回到沛县，我可怎么办？哎，还是让高兄去做官奴，小川修长城。因为自古以来，修长城去的那些人，没有活着回来的，尸骨都找不着。贤弟，高兄，这也是你的命。保重啊，兄弟们，保重啊，兄弟，跟上，保重啊！哎，快点！大哥！哎，贤弟，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昨夜我们喝得高兴，你和高兄都喝多了，就睡在驿馆。今天一大早，官差来查人啊，发现少了两个徭役，就抓你们两个来充数了。那膏药呢？膏药呢？可怜的高兄啊，被抓去做官奴了。本来也要抓你去的，我好说歹说磨破嘴皮子，才给你做民夫的。现在你们啊，就要启程到北方修长城了。修长城，出发了！
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快点！哎，走，大哥，贤弟，大哥，贤弟，贤，就算我散尽家财，跑断双腿，也会把你救回来的。大哥，我已经活着回来，我已经活着回来见你，贤弟，大哥，贤弟。贤弟，快走，活着等我。快走，都跟上。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，大哥。保重啊，贤弟。哎呀，贤弟啊，你可不要怪我呀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你的一条命能换回十几条命啊。老天要是知道，也会帮我的。你的命啊，太硬了，我要不是亲眼送你走，我这心都不安呐。但愿你这次有去无回，别再回来纠缠吕雉了。为兄我这儿谢过你了。都跟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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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的快点，你们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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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利点，快呀，跟上，跟上，别磨蹭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人啊，我真的搬不动了。哎呀，你还嘴硬？哎，打死你！哎，打死你！啊，嘴硬，踹死你！打死你！真，啊，嘴硬，嘴硬，偷懒，不干活，打死你！叫你偷懒，真，叫你偷懒，快去干活！别看了，干活！快走！爬呀！快点爬！快点！快干！谁要不好好干，他就是下场！后面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下一个，吃饼。干活偷懒，吃饭积极，拿着碗排到最后去，快，去呀，快去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，快点快点啊，你的。下一个，赶紧吃啊！吃了干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！吃了干活，快！干嘛？这是我先看到的地方。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。怎么了？干什么呀？这是你这是欺负人啊！滚开你！对不起。开玩笑吗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呀，出去，出去吧，出去，出去。对不起啊！这音效睡觉。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跟上！跟上！快快快！快点！快走，快走！有人昏倒了！有人昏倒！有人昏倒了！快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让开，快让开！帮帮我，帮帮我！你已经用不到了，留给活下来的人用吧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让开！滚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没见他快死了吗？哼！知道他快要死了，所有要丢下的，我绝不能让一个快死的人拖垮可以活下去的人。这是沙漠的法则，你还是为自己省省力气吧。在我眼里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以前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一个快要死的人，可是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救了我，所以我才可以活到现在。我今天不会放弃的，兄弟。我告诉你，换成是你倒在地上，他也不会来救你的。我不是他。他也不用是我，看，你就是欠抽。起来，你，好了，走走走，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走走走，快走，走。别的还要吗？上面只要一个会做菜的厨子。哎，怎么要厨子呀？这厨房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是啊，走到其他地方去看看。大人，等等。大人，等等。小的刚听你们说要找厨子，我是专业的厨子，川粤鲁皖各大菜系我都会，你们想得到想不到的我都会做。你真的愿意做这个厨子的差事？愿意啊，小的打心底愿意啊。好，这样也省得我们麻烦了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叫高耀。高耀。高耀，既然你真的愿意做这个厨子的差事，我们就成全。来人，小的在，把高耀给我拿下。是。走，大人。走。大人，我做错什么了？少废话，带他走，快走吧你！大人，大人，我只是偷了几个面饼啊，因为我三四天没吃东西，我真的肚子很饿，我错了。你们千万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我不会打你的。现在可不能伤了你的身子，要好好养着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你刚才说三天没有吃东西了。其实是四天，有一天我喝了一点汤。
这样对身子不好，我正好带了点吃的给你。这些都要给我的？这不全都给你。 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大人，那蛋白你是好东西，不要浪费，那都给我吃了吧。我说过，这些鸡蛋不是全部都给你的，你只吃蛋黄。大人，吃了这么多蛋黄，嘴巴干得很，给我点水喝好不好？ 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干什么啊？你们做食品实验啊？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！ 跟上，快走！水，你等等。 这是哪儿啊？我还活着吗？你要是死了，还能觉得口渴呀？放心吧，我们到了。来，多谢恩公大救，我实在是无以回报。行了行了，我也没指望你会回报我，一看啊就知道你不是个潜力股。在下。 还没有请教恩公的名讳，我叫易小川，你叫我小川就行了。你叫什么呀？在下范喜良。你认识范增吗？范增？在下不认识。哦，那就行了。那我以后叫你老范行吗？岂敢岂敢，小川兄。哎，都起来，都起来了，到中间空地上去排队。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来，快起来！站成一列，都伸出左脚，快点！小子，不是你救了他，是上天放过了你们。你不用那么不服气的看着我。 你迟早会明白，他是怎么拖累你的，把他们俩锁在一起。是。小陈兄，我看你还是第一次服徭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看你脚腕上没有镣铐的老茧就知道。我服徭役好些年了，被锁过好多种不同的脚镣，传说中最可怕的就是九死一生。 用在囚犯上阵打仗的时候，把10个囚犯并排锁在一起，让他们没法逃跑，所以只能去拼命。九死一生？哎呀，那不是我以前去酒吧泡妞的时候用的名字吗？就是那一次。
我还认识我的野蛮女友高兰。大家要不要赏个脸？我请大家喝一杯九死一生。这什么叫九死一生啊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喝完这杯九死一生呢，听我说啊，在你们这些人当中呢，有九个愿意为我而死，剩下的只有一个为我而生。不信啊？可真是个自恋狂啊。哟，这位美女对我的评价很中肯嘛，来喝一个。来酒吧不喝酒啊？就是九死一生的下场吗？行啊，怎样？跟我回家。酒吧？小师兄，你刚才说的酒吧是什么意思啊？酒吧？酒吧就是孤男和寡女浪费生命的地方，就是你们这儿的酒馆。女人怎么能进酒馆？那是违背纲常伦理的，更别说和陌生人说话喝酒了。他们一定不是良家妇女。老范，只能怪你生的年头不好，下辈子再体验吧。那你刚才说的野蛮女友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吗？没错，何止是凶猛啊，那简直是飞扬跋扈，还专揍他们的男人。女人敢打自己的男人，他们反了不成？按照律法，那是要被当街鞭打的。哦，哎呀，那是我错了，看来是我生的年头不好。干活，赶紧干活。哎哎哎，醒醒！别打我，不要打我！该吃饭了。大人，今天吃什么？你觉得呢？又吃鸡蛋啊？那应该吃点蛋白啊。还是蛋黄？哎呦，别吃了！你不要再拿我当实验了，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啊！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蛋黄啊，吃多了它是高胆固醇，它会有高血脂，它会得动脉硬化和高血压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硬化高血压？哎，大人，你们可能听不懂啊，其实就是说这个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啊。你到底是吃不吃？我真的不能再吃了。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啊！在。我吃，我吃吗？我吃啊！不行不行，吃，张嘴。水。水啊，我要水，水啊，水，也不吃蛋了吧，不吃蛋了，今天就不给你吃了。我不吃蛋了。今天都已经第八天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我
我看应该是可以了。高耀，你昨天小解了没有？大人啊，光吃鸡蛋不喝水啊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小解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大人，我看可以开始了。嗯，开始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啊！